双招了，啊，没有双招，交了个闪。寒冰准备往那个我说的那个位置丢E了，在下半区，他在下半区，上半区没去。这么夸张，我操！我可以靠哥，用来吗？不用不用，暂时不用，攀升靠的，把他赶走就行了。我交个闪保平安。我跟你说，你那个E技能一丢，我就知道不对劲。我一 Q 到草里，他我就立马交闪了，我操！哎，攀升，来，下路看，可以靠，可以靠，可以靠。不用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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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急。那我拉一下。对，不要被换了，不要被换了，他已经是必死。露露别 K。 够了，好拼啊，这小子！你那个一技能一放，我就知道他怎么回事了。我也感觉到了，大头死。中路 miss， 中路 miss， 中路 miss， 中路 miss。我操，好危险这里。中路 miss， 那我待会送塔去。我这个线我走不了。下路小心！啊，后退，露露有盾，露露有盾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不要回头，别回头，往后退，打他，打他，别怕，打他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帮你把线推了啊，nice， 我可以去上路补一补，是不是有点太远啊？我去上路的话，不，你不用去上路，他大头没推线，二闪，还可以赚的。我六级了，需要大刀可以跟我说。嗯，好的。中路的话，还是那句话，不用急。小心日女啊，日女可能去游了，小心小心。我在船上，我就是没打对，没打算打对线的。他不游的话没什么意义，草丛没了已经。会去抓中，再抓中啊，没有。瞎子在上，瞎子在上。位置能断他一下吗？什么的？没事，中路有线是吧？中路有线，我想吃他的蓝 buff， 我吃完他就记了。下路有线，中路有线 ，OK， 我吃他的蓝 buff。我六了。就这个，好吃。辅助四级。小鱼在往这边跳了。大头交闪死的。大头小心，小鱼和盲僧怕了。小鱼小心点。我走了。盲僧在这里。哎，盲僧。那我可以吃塔皮吗？可以吃的。可以吃，安全，杀戮非常安全。杀戮不要给纸的机会就行。这把下路得打稳点啊，打稳点，我上路是通关的。放心，我上路是通关的。给了，我看着他 Q 下去的。好，那你说嘛，我需要得到这个信息。他吃这个龙很伤的，他吃这个龙付出的代价很大。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创造力量。贪生，不要来找你了，找我，你当能看？大头，小心点，大头没有双招的。还行，他走了，攀升走了，攀升走了就行。了，攀升走了还行。我中掉放线了。嗯。我去吃吃一波吧，如果我要帮你。小心点。还行，嗯。小鱼再往上靠吧。好。嗯，还行这个。我蛤蟆有点危险，蛤蟆不吃。都是人为的。嗯，我这波打完 F6 我要 B 完以后我要去吃路，兄弟吧。下路不用补，
是吗 ？Nice。他们日女会游啊，他们日女会游一波。他们日女回家了。小鱼往下靠了，往下走的是吧？打不了你到一点，不用急。对对，小鱼往下走了。瞎子的位置知道吗？帮我照一下，我没有状态，我打不过瞎子。我一只能往这放。哎，瞎子来了，哎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出现了，小鱼应该有。我直接走，我直接。拉一下，拉一下。小心下路过去。我在赶，我在赶。我这里有个大，不知道能不能大中。我在赶。哎，大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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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鱼很久。哎，能抓上，算。好大好大，他这个鱼有点远的，可以吃一个草丛。我们直接吃草丛，交给我直接吃草丛。好好，我也来拼。你可以去，你可以去，方生你可以去。没事，我东西。他俩肯定要动手杀咱俩。你得去，你得去管管鱼人就行。嗯，小炮控不住线。好，收到。我这波吃完石头人能靠你俩这里，鱼人是没大的，然后。盲僧刚才叫大了吗 ？TP了，肯定要越了，肯定要越了。不用怕，鱼人没大，鱼人没大。大头没有带鱼，让他们鱼。先交给大哥鸡飞。变羊，但他有句话，跳盾。那个是逼死的。炸死吗？我控了虫，控了虫。好控，这个虫好控。六条虫。没有。很关键啊，这一波。这一波一花二。nice， 好 TP， 我闭了，打断，给他指的话就用 E 给他打断了 ，miss 了，下路 miss 了，小鱼怎么开放？开眼去，大头叫闪了，大头叫闪了，他的血量还放不了大，放不了大，得等。我知道，在这儿，小鱼肯在这儿，完全不急，我放大完全不急，看一下红，没有就行。好山不行，出不来了。我要死，能看我吗？我在看。在路上。哎，鱼。为大招可以打。好射，这大招还可以，射得好，不然这也能射到这个鱼吗？太帅了！没有，我是想射那个日女的，结果正好中那个。可以的。我缺点钱啊！我们接下来每一波，我们是能三打四的，有后续。来，往那里靠。怎么说？随便打。帮我留一下，留这个，就留这个，留这个。这里有的。就留他。对。哎，鱼人。能留住吗？你能追上吗？我追不上。我 Q 不到他。下路二塔。我去守中。露露跟上。日女没大。啊，日女死了是吧？小胖没闪。吃下路二塔。盲僧没闪，小胖没闪。可惜我留不住啊！哎，我要留住我这波。留不住很正常的，他要金身嘞，差一点点。好。这阿卡吃的好爽啊！不是这个大头为什么光想着蹲我呀？这小鱼呢老是被你射中啊！哎，大头在这儿。哎，看一下大头，看一下大头。可以。我大招，我大招。小胖没闪，小胖没闪。还想蹲人？这个。这小龙有了，大龙不打吧，就打小龙吧。不能给他们龙魂啊！小心点，小鱼还玩。我小鱼在这个草里。随便给。瞎子在我这边。就在吗？先打小龙。瞎子想抢。来个人去跟盲僧自爆。我去找他，你们打。我跟潘森去找。自爆。大龙盲僧纯自爆。自爆。预判到了。OK。来死。太强了。他要打这个，我们不着急啊。打那个叫什么？我可以回吗？河蟹，他们在打河蟹。哎，他们是在打吗？啊，没在打，没有在打，他们不敢打。这河蟹不想给他们。我们要小心大头去投。大头打龙还是蛮快的。OK， 我逼完以后，我们就大龙跟他们逼就可以了。我缺点钱，景帝，我缺点钱。
我给你出深渊这一把，我要做魔看的。OK。我这把伤害不会缺的，他们。你这把不会缺伤害的，我这个还出个深渊出来，丢了。他们打不了就退回来呗，他们想开人的。没事，我可以卖，我能打。往后退。我遇到瞎子了。我可以死，我这波就死，瞎子被我打残了，打剩失血。随便打，他们应该烂了，后排烂了，他们后排烂了。OK。给加速有没有？Nice， 我的刀妹哥。龙应该能打吧？能打，不动。能打吧？要不算了，我等一地过来给你。没事，打呗。打。露露，小心你会死的，你要不直接走吧？找果子，我帮你看一下。有人 TP 了。TP 要不算了吧？没大招的。他不打呗，他不敢过来，我盯着他，他来了我上去打，他打不过我。他来找我施暴，我有屏障。捏个变羊给他，没事，捏个变羊给他，先杀他。他不敢来，不来，算了，打到底。是我来，我600多的 Q。我们这个纸面战力是。我在打小炮。死到小炮被秒掉了。OK， 全部做掉了。OK， 那直接一波做掉。纯有毛病吧？那五个人秒我一个人有啥意义啊？他想开我，我没做的。还有大招。不，这小炮就硬盯着我杀，这不知道有什么意义。这对线被打烂了，对线打不过，这发现了吗？他们只能抓你，因为这个大头二级就被打回家。Nice， 打得好啊，兄弟们。Nice。